节目，特别喜欢这个节目，对，一直在追这个节目，所以我们从北京特意来的三亚。我妻子的浪漫旅行是我儿子跟我介绍过的节目。您来自哪里？台湾。今天看到陈小春，他是我小时候的偶像，我觉得他超级帅，他跟应采儿走在一起搀着他，让我觉得非常温馨，就像普通的夫妻一样。然后呢，波波我一直是很喜欢他写字的，我觉得他写字的风格特别好。然后今天听到他说话声音，然后我也觉得哦，瞬间磁化了，特别棒。然后娜姐呢，我觉得从他的主持风格到他在这里面表现的过程中，我都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好的艺人，他会帮着大家一起来说话，而且在整个过程中从来没有冷场过。我特别喜欢娜姐，然后张杰唱歌哇超级好听，瞬间就浪漫起来了。刚刚看到张杰跟谢娜他们在表演啊，还有陈小春跟那个应采儿的现场，看到他们蛮惊喜的，蛮快乐的。然后我觉得张姐就是开口贵，然后父亲伯金也很就是也很好听，然后听得我鸡皮疙瘩起。然后就是那个郭晓东，他反正就唱的就是挺好的，就是应采儿好漂亮好漂亮好漂亮，看到我今天就是激情澎湃，特别喜欢这个节目，希望你们多给我们带来这种浪漫的还有温馨的夫妻生活，谢谢。混响再加一点，这个上面应该调不了。嘿，好，嘿，哎，有了一点混响。喂，好，下雨了，有点下雨的感觉。不会，有我在，就会下雨。我试试。